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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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首先感谢大家在大雨当中还能够赶来，谢谢。不过所有老菩萨还有各位莲友，在走路的时候呢，请小心，因为下完雨的时候地会比较滑，然后呢，有时候一个重心啊没有站稳了呢，你就跌倒了，然后你就会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我的业障啊？”答案是你根本不小心，这跟业障没有关系，不要什么东西都推给业障。业障不是个框框，然后讲不通的通通都进去都叫业障，业障不是这样解释的。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不过新加坡下一场雨呢，大家火气比较不会那么大一点点。好，请合掌看第六页，请看幻灯片，我们先共修。今天念释迦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的大愿功德。地藏菩萨的功德有无量无边，事实上这24首偈颂啊是非常好的。看因缘吧，好吧，等我把 part 2讲完，若有机会我再回来为大家讲这个地藏菩萨的24首偈颂，若没有的话呢，那就只好你自己看了，我会尽量，我先把我的进度讲完。好，请合掌一起念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三称，把心定下来一起念，加上你的观想一起念。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请放掌，两句一个段落。好，我念完请跟我念。地藏真大士具度多功德，地藏真大士具度多功德，现身闻色相来几首大师，现身闻色相来几首大师，施诸众生乐救脱三有苦，欲无量种语为供养大师，天地无垢身观察四方已，合掌恭敬住暂请于大师，我见世尊众摩尼宝光明，遍照诸佛国无不皆明了，六通照世间今当来至此，勇猛明地藏现出家威仪，七圣才福藏无畏佛音声，诸菩萨圣床众生之导手，谢托宝所依福海俱精进，悲意乐聪明救苦诸有情，与不者为臣如明月是道，生善根如地破惑如金刚，能施谢托宝如水飘众惑，烦恼热为盖越级如凉衣，烦恼热为盖越
一日称地藏，功德大明文。圣聚之节中，称于智者得。能解诸众生一切烦恼福。至见行定等诸定之彼岸。十二缘清净，诸智如虚空。破无边佛土，诸有情暗聚。随诸土入定，四净律等流。普令诸有情入定除惑热。众生宿恶业，刀兵并击颈。随所在恼害，皆能令解脱。众生五趣身，诸苦所逼切。归尽地藏者，有苦悉皆除。众生成苦轮，辗转相为害。归尽地藏者，皆住忍慈心。十二缘所不，追求苦所依。归尽地藏者，皆安住无畏。若乐修诸福，正念戒闻慧。归尽地藏者，所求皆满足。乐一一功德，功巧要种子。归尽地藏者，所求皆满足。求诸古药田，男女依普使。归尽地藏者，所求皆满足。众德俱相应，能任持大地。因知诸古药，润泽而细软。诸烦恼所缚，乐行十恶业。归尽地藏者，烦恼恶皆除。现作种种身，为众生说法。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乾，陀地耶。
他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多地耶达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在没有静坐之前，我讲两首偈颂，请看第八页第八行十五颂：众生五趣身，诸苦所逼切，归敬地藏者，有苦悉皆除。有苦悉皆除，我们一般有苦是没办法除的。我上次在先不用关灯，哎，不用关灯，谢谢。我们一般呢，哎，上次我在净明佛学社讲座最后一天，我有一两天我讲普门品讲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这是普门品里很重要的两首偈颂。好，各位大家都很会念普门品，可是你要去体会它的偈颂的甚深含义。同样的，在这篇偈颂里面讲众生五趣身，这里的五趣就是指六道的意思，有时候佛经讲五趣，有时候讲六道，这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分类不同。他说众生啊，不管是投身在这六道轮回的或五趣的身体啊，身体啊诸苦所逼迫，因为你的身体呢是过去的业根烦恼所合成的。以现在来讲，有身心灵，所以有很多地方你是没办法控制，比如说身体每天要老，对不对？老菩萨呢，有很多人来问我，师父我这里痛那里痛，是不是我前辈子做了很多恶业？我说不是，你老了，这跟业没有关系，这是你这一生的业。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都在老，我也会老啊。老实讲，师父觉得今年的体力就不如去年了，以前我讲完经休息第二天就好了，我现在可能要休息三天，可能以后要休息五天，为什么？老了，老要去接受。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面讲，佛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刹那刹那都在变，所有的世界都在变，我们要去接受，你要是不要去排斥，也不要去对立。所以我们身体为什么会苦，有很多身体老了心里有压力，心里不舒服，所以老实说东方人都比较含蓄，心里不舒服的时候要有礼貌，哎，找个好朋友好好聊天，把你的苦给吐出来，不要憋在心里，憋久了会内伤的，这是真的，对不对？有人呢，他苦可以憋在心中憋十年跟二十年，哇，以你这种功德力去修禅定的话，那一定会开悟的。可是问题是苦我们愿意，可是我们真正修禅定的时候呢，不要修十年，修十个礼拜就绕跑了，十天就觉得手身体就痛得受不了。所以我们身的是有很身有很多苦，心有很多苦，还有精神上也有产生很多幻觉的苦。尤其在修地藏法门的时候，很有趣的是师父碰到大家的问题，哎，都很真诚，来见我的人也谈了很多，都会动不动我就问师父，你看一下我旁边有没有鬼啊？我说有鬼的话我会告诉你，真的，出家人真正修行戒定慧的话，有鬼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呢，答案是旁边没有鬼，你有没有去掉你心中的小气鬼、吝啬鬼、酒鬼、嫉妒鬼、贪心鬼、嗔心鬼？
这个才是真的要用功的地方，对不对？当然我们在修地藏法门的时候，你也会发觉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广度无量无边众生，有些的确呢会度一些奇奇怪怪的众生，师父没有否定，但是不要去过度执着，也不要去过度炫耀，然后呢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就好像大家都知道念地藏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受到幽冥界众生，没错。前几天我举例子，我妹妹就是这样，她不念这里，一念呢外面一窗户一排的鬼，问题是她不懂佛法，她就停了，停了就很可惜。为什么呢？停了呢你忏除恶业的机会就没有了，是不是？事实上是地藏菩萨加持你，所以你跟有跟你有缘的众生，地藏菩萨还有无毒鬼王、天龙八部都在虔诚呢听你诵地藏经，所以念地藏经的时候要虔诚恭敬，不要动不动又问师父我念错了一个字会不会堕地狱，很奇怪啊！不要去太担心，但是也不要呢说不恭敬，你只要虔诚念，心比较重要，念呢就尽量念，也不要念错，然后呢不小心念错，地藏菩萨不会呢、哎、拿个席杖说嘿小子念错了一个字重来吧，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呢该担心的不担心，不该担心的担心一堆。好，接下来讲，假如这个众生身的苦、心的苦跟精神的苦，其实有很多原因，来自于过去的业与烦恼，还有今生很多的压力，还有人与人之间错误的沟通产生很多误解，所以你总是在担心。所以假如你觉得你身真的贪嗔痴烦恼很强，常常生活在恐惧跟不安，其实所有的苦里面最强的是什么？叫做五阴炽盛苦，就是你心中贪嗔痴的像火一样，你想熄灭都没办法，你叫人呢看到人呢要清净念，可是你都起恶念，叫看到佛菩萨你要起恭敬心，你也起恶念，这样子会让你最苦。简单的讲，重点是控制不了你的心念是最苦最苦的，这才是我们佛法修行要努力的地方。这时候注意听啊，在几乎大家所有的莲友大部分都在静明都有听过哈，那师父重复重点，所以记得佛力、法力跟自力，当你觉得自力你很脆弱的时候，你应该仰仗佛力跟依靠法力。法是什么呢？念地藏经，或念地藏圣号，或地藏的咒语。佛力是什么呢？这里讲的归敬地藏者，有苦悉皆除。听好，地藏菩萨不是像你们呢安亲班的保姆一样，哎，我下了班了以后，对不对？就去领小朋友。早上上班，保姆啊，我付钱给你了，来，小朋友你顾。地藏菩萨不是这样，虽然地藏菩萨大慈大悲，跟观音菩萨呢，像母亲一样护念一切众生，但是啊，注意听，地藏菩萨不是专门来收垃圾的，不是说你不喜欢的东西就丢给地藏菩萨，不可以这样理解，而是说我很想改变自己，请你写下来，我很想改变自己，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真正需要地藏菩萨的加持鼓励。我再讲一遍，我真的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需要地藏菩萨的加持跟鼓励与支持。用这样正确的心态，你去拜地藏菩萨，你就会有苦悉皆除。不要听到地藏法门呢，老公跟老婆来同修啊，那都来这边听经。老婆呢，这个哎，固定跟老公要这个零用钱啊，那老公就说：哈，你没有钱吗？送地藏经有28种利益，那你拜地藏菩萨好了，我不用给你零用钱。不可以这样解释，这个是你错误的理解佛法，理解的不完整。听好，佛菩萨不是呢收你所有垃圾的人，佛菩萨是帮助你的人，就像好朋友。好朋友，朋友也是有耐性的，当然佛跟菩萨都是永远有耐性，但是一般的朋友有耐性的同时也会变成没耐性。为什么？你一直都把麻烦丢给他嘛。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相处朋友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可是呢有些人呢是跟你朋友求助，有些人是把麻烦跟垃圾丢给朋友，那谁要做你这样的朋友啊？
而且你不做的时候，有些莲友还讲，哎呀，你要有菩提心啊，你要来帮我，你干嘛不帮你自己？所以我刚才讲的第一句话，你要发起我愿意改变自己的心。你若不愿意改变自己啊，任何佛菩萨都没办法帮你，了解吗？接下来再看第九页第二十二行，不，二十二颂第五行二十二颂。因为这两个偈颂我刚才念的时候，师父觉得很重要，提醒大家一下，诸烦恼所缚，乐行十恶业。有些你会发现，不管你生出来的小孩或孙子，或你周遭的朋友，你怎么劝他都很难。为什么？因为他烦恼很甚，贪嗔痴的烦恼很甚，对不对？你叫他来用功做善事，他就啊，我没力啦，我累啦。可是叫他去赌博，他两眼就出神了。你叫他去玩呢，他也很开心，只要吃喝玩乐嫖赌的他都很开心。可是要修十善业道的呢，他说哎呀，我累了啊。英文讲 so many excuse， 有太多的借口。所以你会发现，你有些朋友跟家属里面呢，的确的确确善根真的比较薄。为什么？他心中被贪嗔痴烦恼所盖，常常喜欢做这个十恶业的事情，杀盗淫妄酒这样子的。那这样的众生呢，其实有时候是有意跟无意的。那这样的众生也很苦。举个例子，以前我在狮头山，信徒有时候都会带小朋友来上山，清明节那山上很漂亮，有这个荷花池，还有树林。有时候我带小朋友来，对不对？那跟他介绍那边有青蛙，我就有认识一个小朋友，他生性就很残暴，一讲到青蛙我还没讲完，他脚就踩死了。哎呀，我想说你这个心怎么是这样的呢？而且在师父面前，然后他跟我讲，所有众生都会死。这个就是什么？心被烦恼所盖覆，知道吗？就是有些众生哦，劣根性真的很差，师父不否认。因为一种米度百样人，何况大海里面跟净虚空无量的众生呢，生生世世呢，造善业的少啊，造恶业的多。有些众生你跟他讲不要偷不要偷哈，哦，我知道我知道，转个头哎，不见了东西了。为什么？他手比你还快，他就是劣根性难改。然后你打他也没用，骂他，他说妈妈原谅我哭，对不对？ OK， 打一天没用，两天没用，三天，第三天又犯了。这种叫做烦恼所覆盖，这个众生就很苦很苦。他很苦，你做他的家人也会很苦。这时候怎么办吧？那就交给地藏菩萨做干儿子吧，拜地藏菩萨，叫他来拜地藏菩萨。来，你说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你要有善巧方便，他喜欢巧克力，好，可以，妈咪给你一个巧克力，你给我拜地藏菩萨拜十次，我就给你一个巧克力。你要有善巧方便，归命地藏者，慢慢慢慢呢，他的恶业跟烦恼就会除去。有些众生真的是恶习性很重很重，有时候他不是有意的，可是有时候他的确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好，这个是我要补充的。好，接下来一样，师父介绍，今天介绍光明想。光明想大家有很多人都听过，好，请复习一下。待会我要做你观想，你坐在虚空，然后你就是地藏菩萨。请看一下，自信当中有光明，一念恭敬心的时候，心中升起了佛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也是毗卢遮那佛。第二步，一个释迦牟尼佛向右旋转，然后一个变成无量无边，这就是华严经的意多观想。接下来由下而往上放光。第三个，佛菩萨接受你的祈请，然后呢，所有的诸佛菩萨一刹那进入空性，然后由上而放光加持你。刚才是由下往上，现在第三步是由上往下，最后一刹那之间，你自己就在虚空当中，你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你。所以注意听，现在我教的是共同的过程，叫 common process, process of the visualization， 在大乘跟金刚乘都有这样。那有些会把它分得比较细，有些还会加上不同观想，没关系。所以现在请关灯，我要做的呢，请你先静坐，然后师父先敲木鱼，
可是当我敲引磬的时候，你就观想等一下，你就坐在虚空里，这样四步的过程就合为一步，这样老菩萨会比较容易观想。那观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不会掉下来的，你不用担心，这只是训练你的心的一种方法，让你不要执着你出众的身体。因为我们人从出生呢哇哇着地呢，落地以后呢，我们人就一直是在陆地上走路，所以你会身心觉得很粗重。好，现在背挺直，身体放松，先静坐，静坐观想昨天讲的，你就坐在大宝莲花的椅子上，先静坐一下一两分钟，当我敲引磬的时候，你再看幻灯片第四章，然后观想你坐在虚空里，全部都是金色的光芒，你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是你，这叫地藏自性的观法。有些莲友，请你的下额收进来一点，不用提那么高。请观想自己坐在虚空当中，大宝莲花就坐在一团金色的光芒里，如是安住。观不出来的人可以看一下幻灯片，然后你再想一想。结束了，轻轻地动一动，请开灯。训练自己的心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学习佛法，你想要在学习的 quality 就是品质上提升，不管你学佛多少年，你想要在自己的念力或是功德力乃至于大悲愿力上去提升，第一个你要训练的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念力。念力从哪里训练？先从止与观开始训练，所以把自己的心定下来是很重要的。
好，现在请看，跟我一起合掌，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翻开第十九页，今天开始正式介绍经文。大正藏第十三册 T13， 这个 T 是指大正藏，中国大藏经由日本人整理的，每一个经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叫411，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二，然后第二品是十轮品，唐朝三藏法师玄奘大师译。那这部经在中国唐朝翻译以后啊，事实上弘扬的人不多，真正呢只有到了明朝偶益大师才开始弘扬十轮经。所以从明朝、清朝到民国，其实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那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经从来没有注解。在孟参老和尚的讲记里面，他也感叹地说，中国人很有福报，接受很多高僧呢从西天请来的经典，大量的翻译经典，可是中国人呢真正能够博通经论或深入经藏的人，不论在家出家也不多。所以经有非常非常多，一般人流通最多的都是什么？阿弥陀经、普门品、心经、金刚经、药师经，乃至于中国的六祖坛经。可是你要遍读所有的经论，不要说出家人不容易，其实在家居士也不容易。所以这部经很因缘不具足的，就是从来没有人做过注解跟科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终身没有福报吧。但是呢，在我以前听孟参老和尚以及看他讲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的时候，师父就升起一个愿心，刚好有这个因缘，所以我不敢说很好，只能说做抛砖引玉的工作，发愿为大家做科判。科判呢会比较容易抓到一些经文的重点，尤其这是唐朝的古汉文，有些东西呢是比较深色，不像你读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很适合中国人读，比方说阿弥陀经、法华经、妙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所以你会觉得念起来很流利。好，然后可是念玄奘大师的字，有些你会觉得你很生涩，那是因为他按梵文的语法一个一字对回来的。以前我也学过一点梵文，没有学得很好，但是呢我真的很赞叹玄奘大师是非常的精准的。所以请看下一张幻灯片，西天取经的玄奘大师，这张照片大家看过，他是一个人戴着骷髅头项链，所以他是瑜伽士，其实他有修密乘。然后呢他身上背满了经典，头顶上挂一个香炉，右手拿个拂尘，拂尘就是赶蚊子的，因为他也不杀生。左手呢他走路的时候还是拿着经典的，一个人。然后你看他穿的鞋子，当时的僧鞋跟现在的鞋子是不一样的，印度的出家人本来是不穿鞋的，可是呢到了中国，我不穿鞋呢叫蛮夷之邦，就是呢蛮夷的人就是很落后的人啊，有受文化教育的人是要穿鞋的，所以中国佛教呢出家众就会穿僧鞋。那人就有人问师父，请问出家人的僧鞋可以不可以穿呢？不是不可以，当然可以穿呢，因为这个不是只有出家人可以穿，那现在在家出家呢就会做不同的标示，比如说出家的是有洞的，然后呢在家的是没有洞的，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关键。
是印度的出家人跟修行人都没有穿鞋，尤其在南传佛教，你修四念处精行的时候，他们在陆地上走，鞋子没有穿，鞋子做什么？保护脚。那脚没有鞋子穿，那最怕的是什么？碰到玻璃跟铁钉，乃至于走路的时候你碰到小石头踩一下很痛。那真正修行人就问，痛在哪里？痛从哪里来？所以在南传的禅观里面呢，是要脱鞋的精行，不管在大殿里或大殿外，那肮脏的话呢，就回来是洗脚的。可是这样的文化在中国大乘佛法比较不会被接受，就像现在的出家人，北传跟藏传佛教出家人很少脱钵，你不能说他不脱钵你就不是出家人，你要严格指责师父，师父也没有脱钵，我这辈子只脱了一次，我出家受戒的那一次，因为中国佛教会规定的，接下来没有脱钵，没有脱钵并不代表你就不是出家人啊，你的心要有起誓的这个概念，所以文化会变化的。接下来再看日本跟台湾现在很流行用石雕雕的玄奘大师，非常的庄严，听说佛教文物店现在有卖那铜做的小尊的玄奘大师，很好。我们中国人啊，常常要感恩这些中国的历代的高僧，这些都是大菩萨摩诃萨，成愿再来示现成为华人，华人是真的很有福报的，不过希望后代的佛弟子能够更有精进才更有福报，否则这些高僧大德啊，用了生命甚至冒了生命危险把经典呢取回来，那后代的弟子若不精进也不学习啊，只是懂得感经忏或是得到佛教的利益，那我觉得很可惜，那你不是如理如法的佛弟子，你也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佛法的真实利益是什么呢？有很多，释出世间的利益你可以写下来，修持与证悟才是佛法最后的目标，修持与证悟才是佛法最后的目标。你今天为什么不选基督教徒？你为什么不选回教徒？一贯道也做了很多善事啊，你说他不吃米你是比不上他的，你说建医院基督教天主教建的比你还多啊，那为我们佛教徒到底在修什么呢？我们佛教徒在修修持与证悟，修持就要从你的身口意去转变，最重要要调伏你的心，假如你呢不能调伏你的心，你作为国王的话你还是贪嗔痴很重的，对不对？做一个国王呢，嗔心一起拍个桌子，所有人就都拖出去砍的。国王请问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美色在当前的时候呢，他是不能使清净的梵行的，所以啊，你要知道佛教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修在修什么，而不是只有光光做人间的慈善事业教育跟文化，所有的宗教都在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请问佛法的教育跟其他的教育有什么不同呢？佛法的教育教戒定慧，教文思修，这是其他宗教没有的。佛法要你修持，调伏你的心，从六道轮回里面得到究竟的解脱，最后证悟而成佛，这个才是佛法它最为殊胜最尊贵之地方。所以我说常说这个成佛大道啊，你要投尽所有的生命跟体力，而且生生世世的不中断的学习，才会有一点点小结果的。想想中国的历代高僧，对不对？几乎是所有的生命呢都投入去了，这个是我们佛教徒应该常常反省的。否则佛法虽然讲普及化民间化商业化，可是最后佛法就会世俗化也会变质化。各位很多尤其是年轻人为什么看到佛教都不欢喜？因为看到佛教都是负面的，对不对？这个也要钱，那个也要钱，这个要去超度鬼，其实我鬼都没看到，我刚才超度谁呀？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年轻人学佛法跟老人菩萨学佛法是不一样的，除非这个人年轻人有善根。很多莲友也动不动来问我说，师父我要怎么度我的家人？我说你度家人的心很好，可是你要先关心你的家人，不是呢碰到呢问题来了哦，来你业障重就去拜佛吧，他恨死拜佛了，
为什么拜佛变成对他是一个惩罚？他根本不知道拜佛好在哪里啊，他宁愿去游泳，游完以后他比较快乐。所以度家人啊，要有智慧，更要有善巧方便，不要强迫他。你可以跟他说，妈妈觉得拜佛很好，我虽然很少去公园运动，可是我拜完佛流了汗，身体很好，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看过老菩萨，来，业障重，拜佛去。哎呦，那万金万说，请问谁愿意去拜佛？拜佛变成一种惩罚，了解吗？这是你不善巧学习，你对佛法没有深入。虽然你有帮助众生的心，很抱歉的说，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善巧方便，所以你必须要深入经藏，才会智慧如海。请看下面，讲一续分，分五，几一出问。各位都有讲义，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白话翻译。尔时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这个法会上，地藏菩萨摩诃萨从法座而起来，整理自己的衣服，顶礼释迦牟尼佛佛足，偏袒右肩。有些经文会说偏袒右肩或偏袒一肩，没关系，这里一肩是指右，因为右代表正道。印度出家人呢，他的衣服呢不像师父这样，我们这个是中国的方式，他是披袈裟，然后呢右边的这个肩膀是露出来。中国人很奇怪，他就说，哎呦，这个不太庄严，会看到师父底下的毛。他的毛跟你什么关系呢？看到毛就不进观嘛，你没有毛吗？你头上的毛更多啊。所以中国人很奇怪，都用自己的标准，知道吗？假如你去看到韩国的出家人跟日本的出家人，他跟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就不一样，那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呢？文化不同。我甚至有一次呢，被西藏的仁波切跟喇嘛问得我哑口无言。他说，我们喇嘛都是穿红色的，同样的标准衣服，你们华人大乘好奇怪哦，好多颜色哦，有土黄色的，有金黄色的，有灰色的，有咖啡色的，还有黑色的，你们是不是有不同等级啊？我说没有，以我知道的戒律叫做染色衣，出家人的衣服是从坟墓拿回来染的，不同的染料深浅不同，染就是坏色衣，就是不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呢，在西藏人的想法最讨厌黑色，因为黑色是恶业，所以他觉得我们中国出家人都喜欢穿黑色，你们的海青也是黑色，他们觉得很奇怪，文化不同，没有对跟错。然后他就问我，你为什么穿咖啡色呢？因为我说我喜欢巧克力啊。我的全寺庙都是穿咖啡色的，是不是习惯穿咖啡色？为什么？这样比较帅嘛，比较庄严嘛。没有开玩笑的。所以那这些衣服有没有等级分别？答案是平等的。佛度出家人，破印度四种性制度，那是所有众生平等。所以中国好的大乘僧团住持跟僧众任何人都吃的饭是一样的，不会说师父就吃的比较好，你就吃的不好，不可以，这个不可以的。各位如果打过佛七跟禅七，你闭关过知道师父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大家一个水果就一个水果，你不可以有两个水果，这叫平等心。我觉得这一点大乘佛法做得很好。那藏传佛教特别，因为它恭敬仁波切等于上师，等同于佛，所以最好的供养仁波切，那有另外的意思。好，我要再回来讲，所以僧团里面是不要有等级，僧团有等级是因为你的职务不同。譬如说你尊重方丈和尚，是因为他的德行学问，还有他奉献众生，你恭敬他。但是呢，在佛门里面全部人都是平等的，可是现在佛教却炫喜欢用衣服来分等级，老实说不太好，这违反佛原来的本意。佛讲一切众生都平等，我没有意思，你很少看到师父穿红色的主衣，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做主师，我很惭愧，我还在修行。这件金色的这个袈裟是我受菩萨戒的时候，只要我一披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在佛前发的菩萨愿。今天很有趣的插播，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我们受五戒可不可以披幔衣？那人家有菩萨戒才有幔衣，严格说菩萨戒就有幔衣。我不知道新加坡受五戒有幔衣吗？
有哈，在台湾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那很多老菩萨很执着，一定要卖一，为什么？可以站第一排。站第一排，叫你发心做事的时候，你跑到最后一排。形式是指一个礼貌而已。当然，我们要按照佛制的比丘、比丘尼，再加男居士、女居士。可是你不要去执着这个相，你应该想这个相而代表的意义。所以地藏菩萨在轮回里面生生世世，不管有佛世界跟无佛世界，为什么都要穿袈裟？袈裟代表清净的戒定慧。你没听过佛经讲一句话吗？身披如来袈裟难，只因前世种善根，对不对？你要在佛门里面呢修了很多福慧，你才有福报呢现出家相的。讲一个例子给你听，上一经社我有个莲友，不要说谁，他去到印度去见道宝法王，非常高兴。他问了很多很多问题，在他见之前呢，我呢突然呢就跟他鼓励，那就说因为我以前有跟他谈过，或许你这辈子可以考虑出家。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太漂亮了，所以他也很难放下。就有一天呢，他去见了道宝法王，问了问题。那天刚天刚好那一天福报比较大，时间比较多，他最后问了一个问题：法王啊，你看我有没有出家相啊？法王看他，你想得美呢，你还早嘞。他突然这样很困，就觉得很 disappointed， 就觉得很失望。后来法王说，新出家比较重要，先学佛法，忏除业障。将来若印度若有庙的话，你再来拜我做师父，跟我学吧。后来呢，他出来以后呢，他打电话给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师父有点失望。我说很好，因为你太太太漂亮了，很难出家的。所以注意听，世俗的人不管男众女众，长得太漂亮太英俊啊， It's very dangerous in some way， 这是非常危险的。就修行来讲，修行的人呢，长得庄严很好，但心要清净，不要太妖艳，不要太酷，也不要太俊美，这都会有麻烦的。好，讲回地藏菩萨偏袒右肩，所以印度有印度的制度，传到中国以后呢，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举个例子，在印度规定出家人跟印度的就叫沙门，印度的出家人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因为外道才戴帽子。可是这个制度传到中国没办法，因为中国很大，尤其北方，对不对？北京、哈尔滨、黑龙江，那非常非常的冷。所以你看到弘一大师本身是律师，他也戴了一个帽子叫观音头套，因为东西太冷了，你如果不戴帽子的话，你感冒中了寒啊，就是中了寒风寒气啊，你生病了你就没办法禅修。所以这一条戒律在中国也就开源了。所以戒呢，你要通达很多经论。请看下面，地藏菩萨偏袒一肩，也就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今问世尊无量功德海，唯愿赐开许，未解释除疑。他说我今天以虔诚的恭敬心问尊贵的释迦牟尼佛，尊贵的释迦牟尼佛是居住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大海，我今天有疑惑待众生请法，唯愿呢佛陀慈悲接受我的请法，为我及一切的与会大众开示佛法，解除疑惑。好，解释除疑，请把话起来，这四个字。你为什么要听经佛法？因为你心中有疑惑，你疑惑不知道这个是正确不正确，这个叫如法不如法，这个有没有伤害众生或这个利益众生。佛是大智者，所以当菩萨有问题的时候会问佛，声闻尘阿罗汉有问题，他可以问菩萨也可以问佛。那我们凡夫呢，凡夫有问题的时候问谁？问善知识。因为以我们的业力，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佛跟菩萨。那你假如找不到善知识怎么办？在净明佛学社我有教，你们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遇到一切诸佛，遇到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些大菩萨，还有一些大阿罗汉做你的老师，你要这样发愿。那假如你的福德因缘又遇不到这些圣人怎么办？以佛所讲的经典做你的老师。
所以这叫依止善知识，引导你，让你做到依法不依人。我再讲一遍，善知识跟法都重要。很多人呢喜欢跟师父抬杠，哎呀，师父佛讲啊，依法不依人。那我就反问你，请问你知道什么是法吗？正法跟邪法你都分不清啊。不好意思，又举司马禄观音庙。司马禄观音庙去拜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新加坡有很多的人正法跟邪法或民间宗教是混不清的。希望不要生气哈，深呼吸微笑一下哈。我已经深呼吸了很多了。所以从这个现象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不知道正法。还有一个问题，你也会问啊，佛门里面84000法门，南传这么说，大乘这么说，金刚乘这么说，没错，那你要跟善知识学。所以现在会有一个问题，现在是 email 时代，我昨天讲全球暖化，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时代是什么？资讯时代。请问现在 key in 电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啪这么多出来，你怎么判断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不对的？你还是要跟老师学。所以为什么佛经讲善知识要供养善知识，亲近善知识？注意听，不是善知识要控制你，而是善知识跟以前前一尊佛学，所以跟善知识学，所以你跟他学，你才会得到真正的教法。举一个例子，好，先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在耳根圆通章讲，他过去就拜古观音如来，修文思修幻化三昧，修大悲三昧，所以他就成佛，叫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观世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你今天拜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他是圣者，所以值得让你相信去依靠。同样的，你拜地藏菩萨，他也是圣者，所以将来呢，你修修修修到你的自信观音也会现前，你自信的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力也会现前。等你成佛的时候，你就有资格让后面人拜，然后他依止你来学习。所以佛法叫做无尽灯，这样代代相传。天底下没有呢，哎，买几部书你自己就会开悟了？答案是不容易的。我不能完全说没有，除非你是多生多劫菩萨成愿再来的，那另当别论。可是呢，南传北传藏传都要去亲近善知识。所以这里讲为解释除疑，请看下面，己二初答，世尊告曰，汝地藏菩萨真是呢大悲愿心的善事。这里的善事就是大事，也就是菩萨的意思。请看幻灯片，也看你的讲义，我有画一条线，于一切法智见无碍。地藏菩萨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法，是诸世间的法，他完全通达，是没有障碍的。有非常高的智慧，这里的智慧是指佛的一切种智。见呢，是见地非常的正确而且深广，所以他从来呢对一切的法，也就是简单的讲，对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啊，他完全没有怀疑过，而且没有障碍过，也通达过。也因为这样，其实地藏菩萨是不用问的。那为什么今天地藏菩萨又站起来问呢？因为他很慈悲，为与会大众，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里面所有示现的这些与会大众啊，请问释迦牟尼佛而说法。所以请看，未遇饶益他有情故，请问如来。你要特别想，当你请法的时候，当然一般人是自己有疑惑会请教师父，很恭敬的请教，所以你们有很多问题，有些也是很用心，我很感恩。可是你要知道，地藏菩萨跟我们不一样，他问的时候不是只为自己问，他会为一切的众生问。举一个例子，以现在来讲，你可能站起来就问释迦牟尼佛，现在全世界人呢得了忧郁症的人很多，植物人很多，请问这样怎么办？那地藏菩萨他就会为你说法。你请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又为你说法。为什么？因为你的问是为全球的众生而问的。好，在这里师父多说几句，不要介意哈。我一定跟新加坡的众生很有缘，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缘，一定是过去生一定很有缘，我才会来这么多次。
可是我有感受到新加坡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师父已经公开赞叹过，赞叹各位的政府，赞叹各位的呢文武百官，然后赞叹社会建设。但是我观察到新加坡的可怜的人也很多，举个例子，残障人员、忧郁症、植物人，还是呢很多很多的人，其实常常在病床上都是十年二十年。虽然这个社会有很好的福利制度，但是他很苦，家人也很苦。所以说明了新加坡有很多人学习佛法做善事，但新加坡也很不幸的说，也很多人偷偷摸摸做了很多违背良心跟道德的事，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苦的业。当然假如很不幸你家里呢会有一个中风的人，当然作为佛教徒你要尽心照顾你的爸爸妈妈，可是光身体的治疗、饮食的提供之外，我觉得不够，因为你没有改他的业，他还是很苦的。就像很多人呢家里有植物人，师父也收到几个单子问题啊，写得很感动，他问我师父怎么办，我们家有十几二十年植物人，答案告诉你很难办，不是那么容易。你并不是说，也不是师父不帮你，而是呢，你真的要拜地藏菩萨，你要为他做广大的功德。就像呢，像七月的无遮大会、盂兰盆会，甚至你要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呢，你的功德力敌过你的业力啊，那他该走的时候就走。比方说，举个例子，植物人，以植物人来讲，现在大家是反对安乐死的；以佛教来讲，也不可以自杀。为什么走不了？业没有忏除，对不对？那他可以躺在床上十年二十年，那是他的福报啊，他躺着就有人服侍他，那是他过去的福报。可是这样的福报是很苦的，你要让他断气他也走不了，可是你要让他健康活起来他也没办法像正常人，所以他也很苦，你也很苦，怎么办？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灭定罪真言，连续念一年到三年，他就会改变，他一定会改变。不过不要急，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真话，佛法有这么多的法门，好，最殊胜呢，契机幽冥界众生，还有植物人，还有这个忧郁症，其实地藏法门是很契机的。当然你会说，师父念华严经可以吗？可以，但是你要很虔诚的念，而且要发愿，讲地藏菩萨是指在以利益众生的这个大悲愿心当中，他跟观音两个菩萨是最大的。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佛堂有很多灯，有些灯是四十瓦，有些是五十瓦，有些是六十瓦，有些是一百瓦。大家知道念书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眼睛，保护眼睛，保护眼睛至少要六十瓦的灯光，二十瓦或三十瓦的灯光虽然省电，可是你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用这个比喻是说，所有菩萨都会放光，可是他的大悲愿力不同啊，从众生的角度感受到的瓦数就不同。在所有佛菩萨佛部里面呢，瓦数最强的是谁呢？南无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是有些众生呢，他的福德因缘还没有想要去极乐世界，可是在这菩萨众里面呢，瓦数最强啊，就像太阳能光最强的是什么？是观音跟地藏，尤其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摩诃萨，其他菩萨不能度的呢，地藏菩萨可以度。所以你要想，他所有一切的问题呢，为了就是饶益一切的有情众生故。因为有些的众生，就像刚才讲植物人啊，或是呢中风啊，或是各种情况不能解决怎么办？走也走不了，他也不可能恢复成为正常人，其实他很痛苦，作为家人也很辛苦。所以师父真的劝你，这些世间的医药只能暂时维持他的生理的生命，你给他喝牛奶啊，啊，帮他换洗衣服啊，这很好，是你的孝心。但是不要太难过，继续修行。只要你修行，慢慢慢慢都会改变。就算他现在断气了，挺好，因为你送地藏菩萨的功德，保证不会堕地狱恶鬼畜生，来生会投胎做人，大部分是做人，就会继续学习佛法。所以来生你还会见到你的家人，所以不要太难过。这是我公开回答一两个重要的问题。好，请看下面经文，随汝意问。释迦牟尼佛告诉地藏菩萨说，随你的心应吧，你欢喜问，问到什么佛法我就欢喜。